大家生活压力那么大，对不对？你要尽量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美酒艺术样样通，康和正董座力拼老字号转型。康和证券董事长郑大宇为了公益活动，亲自领军同仁骑单车环岛，想说借脚踏车来了解一下台湾的每一寸土地，那才发现说其实这土地上很多需要帮助急难救助的家庭。做公益又能运动，助人也利己，郑大宇就说他瘦了，最多曾经瘦到快7公斤啊，好像瘦下来精神比较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说以前一些不能穿的衣服都可以穿了。在工作上，因应现今数位科技浪潮，郑大宇带领康和证券这家老字号力拼转型，招募年轻新血轮。而47岁的他，对于生活品味更是讲究，美酒艺术他都能聊上几句。画的话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抒压的方式啊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画，然后了解画里面这些背景。最贵的大概500多万吧。过去一个老师教我怎么看画，他说你要买得起，要藏得住，要卖得掉。郑大宇最得意的是从 eBay 上买到洋基队传奇人物贝比鲁斯和迪马乔的棒球卡签名。这张是 one of one， 他就是1/1嘛，就全世界只有一张。买那时候买5000美金，然后我觉得有点贵，可是还是买，因为我觉得这大概以后很难有。后来就出价说要出1万美金给我买，我就没卖，现在可能就更高了。郑大宇像个大顽童，星际大战系列挂满办公室的墙上。这个就是那个风暴兵嘛，这是我朋友送我，他知道我喜欢星战就送我的。然后这个是在成品买的一个，就是星际大战里面故事就是死星 Death Star。他在万圣节派对中扮演过雷神索尔，也扮过星战的绝地武士。这个大顽童要带领公司迎战数位新浪潮，期望能扭转乾坤。